准备掉头了，太闷了，刚才湿度太大了，我不知道，可能得上95%、95%的样子。最后6分25秒录下来吧。大雨，今天这个衣服带太沉了，我有点竞速背心的话可以掖在裤子就是腰间，但是这个会往下坠。我记得今天要下雨，但是早晨跟马搏斗完就忘了。中间那只拉的最舒服，它都歪了，它都要从马桶上掉下来了。出门骑车，今天目标1个小时吧。我打算骑到6:55，然后掉头，这样来回是13.1，就是一个半马的距离。然后我看我能不能破一个半马的世界纪录，用骑车的方式。如果骑快点的话是反正57-8分钟，然后回去查一下半马世界纪录。周一了，今天是3个7分钟，很熟悉的课表了。今天早上果然给我建议说让我把每天的红圈加到800，我加不动了。周三，周不是周三，周二，轻松跑30分钟。今天穿上上周末新买的鞋，脚鞋2双，黄色的那个。周末去宜家，然后看那儿正好有工厂店，我进去转转。然后我所有的慢摇，今年慢摇的里程也都拿下了，今年不用买新鞋了。周三了，今天起晚了。今天本来是强度课的50分钟，但是7点
先50再出门，也跑不了50钟，而且天气也热，再把强度课挪到周五，挪到明天，今天跑轻松跑，然后周五休息。今天跑强度还好，今天不热，早上没起来，中午终于降温了。今天我最害怕的两组11分钟，中间不能停，就是半马配速的 tempo。 现在还有4分钟，30秒减速，组间休息3分钟，还有8分钟，第二组结束，不要停，注意呼吸。好，慢跑。